螺很难拔，想把它从缸壁拔下来，千万不要硬拔。如果你硬是要把它错起来，最严重会让它壳肉分离。来教大家怎么正确拔螺。第一种最消极，但伤害最小，也就是抓准时机。它们在平面、在缸壁上的吸力最强，所以你可以等到它爬到转角、底沙上、水草上，再把它抓起来。第二种，用小工具辅助，使用卡片或叶片从旁边缠起来。我最爱用的方式，最快最好用。这是一个利螺，吸力超强。利螺是我觉得所有螺里面最难拔的一种螺，我就用它来教大家怎么拔螺。先轻轻按住它，在缸壁上转一转，舔一舔，泡一泡牛，没有，后面两个不用。有没有转一下？它附足收起来的瞬间就会脱落了。